笑住回答，讲一声我是我。82 Amy 回应又散兵事件。散兵散兵又散兵，原 82 Amy 和 Ali 自从不和解散之后， Amy 一直都好努力找新成员加入组队，不过可惜个个都是得个个零月货仔极速玩完。而最近加入那个的 Angie 本来就和 Amy 一起去泰国求神拜佛保佑他们顺顺利利的，点知就即时出事。 Angie 还发了篇千字文出来喇叭 Amy 重色轻友，又说他信不过自己。直到今早凌晨四点多， Amy 再更新微博，不过今次就没说对方什么东西，只是煲了一段歌词出来。而 Amy 在刚才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就回应散兵的事，他就说其实这件事是因为一些误会产生后果，例如他单方面宣布拆伙，你知道吵架就一定是什么都说得出的，可能对方还小啦，冲动就宣布拆伙，我也很不开心，因为都希望 82 是两个人走下去的，但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就唯有一个人走下去了。